今天我们要来讨论教会职堂短期和长期的目标。有些人会问，建立教会究竟在什么时候才算真正建立了呢？短期目标可以说是教会最基本的一些特征，我们说完成这些就可以算是一个教会建立好了。那么建立这个教会的宣教士就可以继续去建立新的教会。我们从使徒保罗建立教会也可以看出，建立一个教会并不要包罗万象，他们成为在基督里的团契，在属灵的领袖带领之下，为着圣经的目标而定期聚会。而重点是这些教会的领袖被设立，例如在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当中，巴拿巴和保罗在路斯德、以哥念等这些地方传福音，然后他们就回去。使徒行传第十四章记载到说，他们就在各个教会当中设立了长老，就把他们交托给主。换句话说，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拓展教会的工作已经完成，现在他们要离开这个地方，去到其他的地方继续的来拓展。所以我们可以说，短期的目标是去接触当地的人，然后有一定的门训了之后，也能够将圣经的价值观内化。他们是属灵的领袖，是当地的领袖，就是在这些职堂者离开的时候还会留在本地，但是还有浇灌的工作。例如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保罗说，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保罗作为开拓先锋的工作，好像把那棵树栽在那里，但是需要有人来浇灌。亚伯罗就像老师一样，他来继续浇灌哥林多的教会。大家也知道哥林多教会很不健康，所以需要有别人来继续的教导他们。所以开拓者是建立教会，那浇灌呢，是坚固教会。所以短期目标就是栽种，但是我们还要来谈论长期目标，因为我们不只想建立一个个的教会，我们想要健康的教会和倍增的教会，我们想让教会不断地去完成上帝的使命。所以这些是长期的目标，是建立健康的教会和倍增的教会，他们是相互依赖的教会。换句话说，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可以和其他的教会进行互动，例如耶路撒冷的教会，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提到保罗巴拿巴被差遣，后面也提到当耶路撒冷有饥荒的时候，其他的教会为他来捐献。所以教会彼此联系，互相帮助。我们也看到保罗经常挑选一个教会的同工，差派他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我们也可以看到教会之间相互传阅着使徒所写的书信，所以这些教会并不是绝对独立，而是相互依赖的。这就是我们想要建立的一种职堂运动。我们有些时候会探讨本地教会的三自运动，自传表明教会可以自己去传扬福音，而并不需要依赖外在的宣教士。自养说明教会在经济上可以自己供给自己，一开始建立这个教会的基金如今可以应用在另外一个教会的职堂上。自治表明教会的领袖团队是来自于本地教会，而不需要外在的人指挥他们该做什么，是本地产生的领袖。我们还有第四个字，就是说自己的神学，就是说这些信徒他们可以自己阅读圣经，他们会遇到很多挑战，但是他们不需要外人告诉他该怎么做，或者宣教士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他们可以自己读圣经并且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他们可以自己独立去面对这些挑战。这并不是说外人不需要为他们提供帮助，而是说他们已经足够成熟，可以自己应用圣经了。所以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一切都是教会职堂的长期目标。现在我们一起来探讨职堂的处境。这里面的处境并不是指一个特定的文化中的处境，而是探讨教会职堂面对不同种类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开拓型的教会职堂，这就是说你去到一个完全没有教会的地方，例如我们会想到在中东的某些地方，一些国家是完全没有基督徒的，所以当宣教士们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要所做的是
要去赢得第一批的基督徒，这也许需要一整个团队过去，但这都属于拓展型的教会职堂，就是那里没有基督徒，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类似于保罗的绝大多数施工都是这样，他说我不愿意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之上，我要去基督的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这就是开拓性的职堂。这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我们称之为福音未己之名，这就需要开拓性的职堂，这对职堂者的要求很特殊，他们可能要去适应新的文化和语言，还要去学习如何与他们进行心对心的沟通，然后才能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第二种教会职堂所面临的处境，我们称之为替代性的教会职堂，就是说在这些地方职堂，这些地方以前是基督徒，现在没有基督徒了。比如我们举例说土耳其，你知道保罗当时在小亚细亚所建立的以弗所的教会、菲利比的教会，这些教会现在都是属于土耳其的地方，但是现在你知道土耳其都是穆斯林的地方，保罗以前所建立的这些很非常健康的教会如今都不存在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替代性的教会，就是教会再去重新的向他们传福音。接下来一个是叫做宗派性的教会职堂，宗派现在好像有一点负面的内涵，但是这里指到一个宗派，比如说浸信会、长老会或者是殉道会，所以他们会说这个地方有很多教会，但是没我们宗派的教会，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建立一个我们宗派的教会。这个并不是说一个非常坏的事情，因为有些人会担心会在那里造成很大的竞争，当然是有竞争这种可能性，因为他们有可能会从别的教会里面偷羊，但是他们仍然会来到这个地方，也许去触及到其他教会没有办法触及到的群体，因为他们是一个宗派，所以他们可能有固定的形式、固定的施工去服侍到特定的人群，也许他们可能会更加的灵恩、更加的有情感，可能会有很多的人产生共鸣，或许他们会比较注重礼仪，也许其他的人会比较喜欢。所以宗派的职堂并不完全一定是一件坏的事情，只要他们不要来分裂教会，也不要从其他的教会当中偷羊，而是去接触新的人，引导他们来到基督面前。接下来一个是饱和型的教会职堂，就是指一个地方有很多教会，但是还不足够。当然这里又会引出另外一个问题，究竟一个地方有多少教会才算足够呢？一个城市究竟需要多少教会呢？我曾经是在 Union 城市的一个职堂者，我们在1990年代的时候做过一个调查，这个城市有多少个宣扬圣经、相信圣经的教会呢？那这个城市当时大概有130万的人口，加上郊区的话，可能再会加50万左右。结果我们发现呢，如果我们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10000个人里面有一间教会的话，那么根据这个城市的人口，我们需要建立至少100间教会。这样才可以达到大概1:10000的一个比例。有一些宣教机构的数据，他们会说1000个人里面就需要有一间教会。那么想一想你现在做的城市，那需要多少的教会啊？但是我们先想一想，为什么他们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比例呢？1000个人需要一个教会，因为他们发现呢，如果一个教会有100个成员的话，而每一个教会成员他的周围大概如果有10个朋友的话呢，那么这个教会就有可能会达到1000个人的规模。那么现在用另外一个视角来看饱和型的教会职堂，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教会，所有的这些教会他们的座椅一共加起来有多少呢？然后你会发现说所有的教会座位加起来大概7000左右，但是我们这个城市一共有10万个人呢，即便这些所有的教会每一个主日崇拜都坐满了人，或者他们每个主日崇拜有2场敬拜，我们所有的教会加在一起还是不足够来去应对所有的城市人口。所以有很多的机构在推广饱和型的教会职堂，在已经有很多教会的城市继续职堂并不是问题，问题是究竟我们需要多少个教会呢？
TV Seminary 是一个非营利项目，我们为着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为使基督徒装备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可能，并培育良善的仆人式的基督徒领袖。您有这一特别的机会，可以通过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参与到这项事工中。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 tvseminary.com。 和财务上的支持来帮助我们，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tvseminary.com。这也确实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所建立的教会和其他的教会是怎样的关系呢？因为我们当中很多执堂者可能会在已经有很多教会的城市执堂，怎么样才算是合理的呢？在这里我给出几点建议。第一点，就是要诚实的来评估这个城市的属灵需要。也许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教会，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事工，他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也许这个地方就不再适合你来执堂，你可能要去到其他的群体或者另外一个城市。所以你可以来评估究竟在这里还需要多少教会，然后你也要考虑挂名基督徒的问题。也许你所在的地方每个人都说自己是路德宗或者天主教或者是东正教，但是你发现当主日崇拜的时候，也许只有5%的人会来参加崇拜。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在实践上根本不算，他们与基督之间没有生命的关系。在这些地方我可以说你来执堂是没有问题的，你要去触及到他们，让他们跟随基督。同时我觉得你去通知其他教会也是非常合理的，你要了解你自己的处境。但是我自己的处境是在德国执堂，大部分都是天主教，然后我就会去找他们的主教或者是牧师，然后告诉他们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们将要做什么，这样对他们表达一种尊重。当然有些时候这也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有些时候他们会说，哎，在这个城市种族太复杂啊，反正不论如何你要去区分你自己的处境。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事情要去做的，即便有些时候会让你觉得很有挑战，很不舒服，要面对很多艰难的问题，但是我一般还是会去做的。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对其他忠于圣经的教会说承诺，我们一定不会偷他们的羊。如果在其他教会的一个很活跃的信徒经常到我们这里来聚会，那么我就会去来找那个教会的领袖，我会对他说，你们教会有一个成员最近总是到我教会来聚会，这中间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有些时候你知道那个人离开他的教会是因为出了问题，你要了解到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这就是我有时候会把人们再送回去他们原来的教会，我会对他们说，我们已经承诺你们的教会，我不会从你们教会里面偷羊，我们想要去触及的是新的牧道朋友，这是很重要的教会之间的合作。有些时候你去一个地方职堂，别的教会就来看你来这里干什么，我们已经做得很好，我们不需要你在这里来，你来了之后会带来竞争，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发现如果你展现出你的诚意，你也试着与其他教会建立合作关系，那么我发现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会愿意合作，甚至愿意和你一起做一些事工。这就是我的一些建议，就是在已经有教会的地方如何来执堂。